各位评审好，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题目是基于 FPGA 的智慧手机无线热敷健康器设计。那热敷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运用到的一种医疗保健或是放松身心的产品。那传统的热敷垫呢，它在控制端可能是搭配一个小小的遥控器。 那这个小小的遥控器上面，它通常都只能做很大范围的调整，不能够做很细部、很细微调，稍微冷一点点或者稍微冷一点点的调整，以及它没有办法去做到客制化的自动疗程的功能。所以今天我们透过最新的 Android 智慧型手机搭配上 NFC 这套无线传输的技术，来实现我们的这个目标。那为什么我们要运用 NFC 呢？因为 蓝牙的成本它比较高，那如果把这个比较高的成本加注在这样比较传统简单的医疗电子器材上面的话，那它的售价势必会提高。那当它的售价提高的时候，可能一般的消费者就会感到不是很满意，对，那也就不会愿意去购买这样，因为它太贵了。那 NFC 呢，它的成本很低，而且它不需要外部电源就可以启动这个传输的。 因为像蓝牙，我们必须要可能先把装置配对好，那可能就要花一点时间，而且它必须那装置是一定要有电的，对，那所以我们就用 NFC 这个技术来控制它。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专题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手机上的 API 驱动应用程式的撰写，那个我们请叶同学来讲解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NFC 跟 FID 这部分来做比较？那其实 NFC 算是属于 FID 的子集，那它是比较 NFC 它属于比较低成本的。那它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就是像我们的悠游卡，或者是像比较新的，就是我们的电子钱包的部分。那它的感应距离大概是10公分左右，所以它算是一个蛮近距离的一个感应，不像 FID 是属于那个广范围，或者是做我们到仓储应用的一种。 控制管理的部分。那这一张，那我们在 NFC 上面，我们就是加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设计在上面。那我们就是为了要增加我们的附加价值，在手机上面增加我们的 APG 上面的附加价值，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设计加到我们的理念进来。那在我们设计的挑战部分 ，NFC。 我们主要是透过 APG 来做实现。那 APG 的部分又分成三个部分，其中的 Part 2 的部分就是我们 Tag， 就是所谓的我们要做一些米勒解码跟曼彻斯修改的曼彻斯特编码部分。那在这部分是我们最难做到的部分，因为它要考虑到时序的问题。那接下来 Part 3 的部分就是属于我们的。 NFC tag 初始化跟我们的防碰撞的机制的部分，那在这边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实现出来。那接下来 Part 4 的话，就是所谓我们的 NFC tag 的应用层。那应用层其实它是留给我们使用者，它其实有遵循的一个金融标准，那它也可以依循我们自己客制化的标准来做。那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就把它转成一个客制化的标准来做。那我们外部的硬体的部分，因为我们就是遵循的。 外部硬体又分两块，一块的话是属于它RF的天线的部分，因为我们的 FPGA 没有 AD 的部分，所以 AD 的话就是要靠外部的扩充来做，所以我们的 RF 部分透过外部硬体来做。第二个就是我们所强调的 power 的部分 ，power design 的部分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power 控制大功率的部分。那最后就是我们手机上面的 NFC 的 API， 透过 Android 下去呼叫它所有控制。 然后让它跟我们的 FPGA 可以做沟通的部分。那这张图是我们的 system level 的一个 block diagram。那其中里面我们把它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左上角就是手机的部分。手机的话，我们就是针对它的 Android 上面的 API 去做撰写跟 driver 的一个开发。那接下来的话，中间那一块就是我们的 RF 的部分。那上面这块就是所谓的我们。 也算是我们一个外部的硬体，就是 RF 的部分，就是所以因为 AD 的部分，所以 RF 就把它排放在外面。那接下来 PGA 里面全部做的时候是数位的部分，其中包含了 NFC 的 Part 2、 Part 3、 Part 4 的部分。那甚至我们还把一个我们功率的演算法放在 PGA 里面做实现，那留一些讯号，让它跟外部的 track 功率开关可以做控制。
那右边右上角这块整块就是我们的外部控制电路的部分，那它就是透过我们的那个连接跟它做一个检测，像零交叉点检测，或者是我们把外部110的电压降下来，然后甚至稳压进来，提供 PGA 使用等等。那刚刚我有提到，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它，因为是依循 ISO 标准，所以它的 protocol 定义它会有一个明确的定义。那左半边的话就是一个它的 NFC 它整个流程的一个算是它的架构，执行的架构图。那右边其实我们经过我们的 model sync， 再来就是我们的 single tap two。那为什么会经过这两个？其实做数位做通讯或做通讯的人跟大家是知道，因为我们一开始先写我们的 code， 把我们的 code 写好之后，我们会先经过 hardware 的验证。那 hardware 验证通常我们常用的就是 model sync 的部分。那接下来为什么我们还要这部分还要再特别强调，就是说因为 RF 是属于 FPGA 外部进来的讯号，它是经由 AD 转进来的。那这边的话就是困难的地方，就是它时序的时候不可能像我们纯模拟的时候这么干净。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辅助用 single tap two 来辅助我们的验证的部分，透过 single tap two 它里面内建的一个把资料截取的部分，让我们在后续不管是时序或者是它的指令的分析的时候更加清楚。那这是我们一个外部的电路的设计。那左上角是我们的电路图，那其实左下角就是我们主要控制的时序的部分。那它其实就上面就是一个 AC 的电源，那我们把它全部都整成正半波。那接下来就是依照我们触发要触发多少百分比，那我们就去控制我们的触发旋波的频率，让它导通。那右边的话就是我们成品的一个拍摄的那图片的样子，然后透过一个 ID 的连接跟我们的 D10 Nano 做连接。那 smartphone 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NFC smartphone 最早开始其实是在 Nokia 把它带起来，那接下来 Joy 他把就 Google 跟 Joy 他其实把它 implement 在 smartphone 上面，所以到2.3.3的时候就变成几乎只要它是这个版本的手机，其实它都有支援这个 API 可以让我们使用。那以前早期我们知道在 GUI 的设计的时候，在 FPGA GUI 的设计方面，我们非常的比较难实现的，那我们透过Android 它提供了非常 friendly 的 GUI 的 interface， 让我们去实现比较跟我们亲近的一个界面，让我们可以去控制我们的 hardware。那这下面就是我们实现的图的样子，那就是有个基本的 button 跟那个 bar 可以让我们去做控制，然后甚至我们还有一个自动的疗程可以直接使用。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RTL 的view 跟我们的 resource 的使用。那上面其实就是我们把整个 part 1 part 2、part 2 part 3 part 4整个 implement 出来，那甚至还有介绍我们的一个 power 的 algorithm 的小方选。那下面就是我们的 FPGA resource summary。 那我们用的是 Cyclone 4 D Cyclone 4的 chip。 那最后就是我们整个实现，把它们就透过整理把它实现在一个这样的盒子上面，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操控。那这个是其实是 40% 的状况。那因为热能的部分比较难用肉眼去判断，所以我们就改用灯泡。但是灯泡其实要在调整的时候会比较眼睛会比较容易感受到说它真的是有在变化，而且你的触发确定是有触发到这个状况。那最后就是我们把整个 summarize， 就是我们设计完成哪些，就是 NFC 的 implement 的实现，那还有我们的 create 一个所谓的 Android 上面的 UI， 然后甚至到 APP 的部分让我们去控制。那最后就是整体的实现。那其实在这部分我不知道大家听到像这样子的时候会有什么想法。那其实就是我们像结合了手机，结合了 NFC， 那接下来我们的应用就是可以变成我们这期应用其实有点概念，就是 bridge 的概念，就是我们做一个协定的转换。就像我的手机，它 不一定是懂得 FPGA 讯号，但是我透过 NFC 这个界面，让手机可以懂得 FPGA 讯号，甚至接着转换做到别的不同的应用，像可能我做一个另外额外的转换等等的，在未来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那最后就是谢谢各位。